去去去去去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 ！Hello，Hello，Hello！ 欢迎大家收睇《Happy Place》。今日我哋会玩多啲 Deep 上 Played Up。上次嘅秘密字就系温度啦 ，Temperature。你哋估唔估到咧？咁今次嘅秘密字你哋又要再估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去到第九日啦。我哋个中餐厅都系净系卖牛排嘅，而家好呢、這个睇下仲有啲咩哦？呢、這个好紧要，买嘅唔系扫把，叫咩咧？呢、這个 mop， 唔系好记得喎。你哋如果知，欢迎喺下边留言啦。咁摆喺呢度，哎。No. Actually， 摆喺呀，摆呢度啦。跟住呢个而家适用啦，但系我唔知应该点样去用多啲呢个功能。我谂应该，而家唔系好需要。如果摆呢个牛扒。呢、这个碟咁样，呢、这个如果摆呢度，咁啲碟都唔系好帮到啫。而家暂时摆喺呢度啦，等佢唔好阻住个位。哎，唔系呢度，呢、这个直情系阻住啲客。好，摆喺呢度。好，仲有61蚊，睇有啲咩可以买先。这个就是多个星盘，这个就是多一个炉，不是很需要多个炉，但都是不是很需要，反而可能需要多一个台，多个台好像好用一点。台摆在这里。哦，未买，买咗佢先，摆低。好，咁开始啦，我哋好又开始煮定啲牛扒啦，煮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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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冇加海鲜酱咧？我嗱，其实我煮牛扒未试过加海鲜酱。好，佢系要全熟嘅，好似我妈咪咁，系要食到最熟嘅，最安全系。到煮到佢就嚟窿，好，跟住再煮多一塊，呢度抹地，而家而个门阻住我，抹地，摆好个碟，好，你好，想食咩？落咩单？好，牛扒最熟，马上嚟。几快？我睇到个炉，佢系开始，你一拎开就见到个火仲喺度噶喎。抹地抹地，哇！点解嗰度咁大滩水嘅？有人倒泻噶，冻奶茶。好，落单。系呢度系要抹嘅。是值得的，不是我在行就很慢的，在那里。好，继续行得好，两块已经煮好了。如果我为什么我没有，是的，每个碟都要两个手揸住安全一点，但是我这样就慢很多了。好，落单又是两块，三成熟，这里有一块了已经。呢度第二塊出，跟住摆开呢塊先，再拎呢、這个。哦，又有客啦！佢哋呢个门完全打开噶喎，佢哋唔使敲门入，一入就入。咁系嘅，咁样系好似欢迎佢哋多啲嘅。好，佢哋食雪糕，你又食塊牛扒。好，一个，太快喐得，
两个。咦？哦哦哦哦，我未拎开佢哋啲碟啊，太多污糟碟啦我。好，等我拎出咗依个先，出咗依个，跟住又可以拎开依个碟。佢应该见唔到我，即系佢雪糕喺个星盘度系咪？好唔卫生喎。都又出咗啦，等我洗下啲碟先，佢仲有耐性等我洗洗洗。哦，我应该整完，哦，应该就嚟完啦喎，咁等我帮埋你先，先至洗碗。好，一两嚿 vanilla， 一嚿朱古力，一球，一球系咪啊？一嚿好似。乖乖地，好，诶，唔好，哇，好，搞掂，搞掂，哦，三个星，我就嚟有个米芝莲嘅星啦，好，系啦，有啲咩可以啦？依个就系有多啲机会，佢哋会嗌两样嘢，再加个拼盘，我哋系冇拼盘嘅，再加个。甜品，哇、wow， 右边就可以加啲菇喺啲牛扒上边，哦，右边啦，今日多啲嘢可以整，而家冇乜嘢整，得个好普通嘅牛扒。好，呢、這个应该系我哋啲菇啦，啲菇挤喺就系呢度啦，跟住我哋仲有93蚊，可以加多个台，可以加依、這个加依个咖啡台啦，等佢哋喺呢度等，冇乜位咯已经，个餐厅唔够大，這个都冇乜位挤，咁样挤系啦，两个位咯呢度，跟住依个系。no， 唔需要呢、這个灭火筒，我冇火就得噶啦。呢、這个可以加多个位，冇位啦已经。OK， 咁好啦，开始啦。煮定啲牛扒，跟住又可以开始斩定切定啲菇。好，两个搞掂，落单，我等紧你，快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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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个就是三成熟的蘑菇牛扒，跟住这个就是五成熟的很普通的牛扒。等等，哦，如果我拿那个地拖，那就应该快点。好，再煮定。快先，佢又要落哦食雪糕，哦食雪糕，咁、哦唔好整住，等我攞，我要攞佢啲碟先。哎呀哎呀，拎开依块先。OK， 继续啦。OK， 要依、這个，我要再整多一块。呢、这个全熟可以出单啦，一脚踢系难啲嘅，但系得嘅我哋。好，跟住出呢、这个，好，跟住攞啲雪糕先。咦，我仲有呢、这个，一二，好，出，哎呀，得，好，继续啦。洗定啲碟先，而家冇人催我，冇人催我，唔好催自己啦。洗，哎呀，啲门好烦，所以喺餐厅啲门系净系可以一边咁行嘅，系咪？咁就冇咁冇机会受伤，唔系好大机会，两个
喺度行紧就撞到，系咪啊？哦，呢、這个 check， 啊呢、這个呢、這个难啲啦，而家唔知得唔得？好，呢、這个出得，攞单跟住雪糕出啦。个依个一个依个，啊依个三个色都要晒，几好喎、啊。跟住攞啲碟煮啲牛扒啦，要煮定一个五成一个全熟，切嘅蘑菇。哦，可唔可以摆啲？哎呀，唔得。OK， 唔緊要，咁樣出，再切多一個蘑菇，咁就可以加落去啦。係啦，好，搞掂，就嚟完啦。今日呢日就雪糕嚟緊，哦，佢又要落單，哎呀，要多啲，哎呀，我仲未攞啲碟啊。仲有一個碟未攞，咁咪攞埋雪糕啦。哎呀，攞錯添，唔緊要。一二一，好嚟緊。Sorry， 遲咗。啲雪糕未用嘅，唔緊要。煮定兩個牛扒，全熟嘅要擺喺依度。哇，仲要多啲。食完牛扒仲要咩啊？食完雪糕，唔好话又要食牛扒啊！咁就怪怪地。哎呀，仲未攞啲碟，啲污糟碟拎开先，拎开，好彩多啲台啫。而家摆低。哎呀，如果而家有个员工想嚟帮我喺个门口敲我个门，话想我请佢，我即刻请。而家一脚踢系辛苦啲嘅。最后一个啦，可以攞翻呢个，唔好俾佢知。个系每款都要一球。好啊，哎呀，拱我嘅一出嚟。OK， 搞掂，好嘢，又完成一日啦。好。咁今日就係咁多啦，你哋又估唔估到嘅秘密字係咩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啦，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